同学们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齐老师。今天这节课给大家去讲一个这个人动云不动的视频，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效果吧。好看吗同学们？来，首先做这个视频，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什么素材呢？需要去准备一张就是人物照片。人物照片的话就需要有海，好吧，上面有天空的，有一部分是天空的，然后有一部分是人的，反正有一部分天空，有一部分人的这种照片在什么之前有讲的68节课有讲到在那里去找。我这个是在小红书上面去找的，你去找一个什么海边美女啊，这种搜索这种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出来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我们去要找这个音乐的话，你可以在抖音上去找。抖音上怎么去找？上一节课有教你们在剪映上去找，这节课我们教你在抖音上去找。打开抖音，那你在这里搜索一个什么？你在这里搜索一个人动云不动。为什么人动云不动要搜索这个？因为这个人动云不动呢，这个视频它就叫人动，是不是？人在人不动云动嘛，对不对？你搜索这个关键词，你看点击搜索，那么这时候就出来了。点开它。点开这个碟片，你看大家都在用这个音乐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去收藏这个音乐。来，它本身空心五角星点成黄色，是不是收藏好？收藏好了之后，首先准备一张有天空的。收藏好了之后，我们回到剪映，打开剪映，然后去给它关掉，然后开始教你们创作了。点击开始创作，我们去找到一张照片，来，这张照片选中它，给它进行添加。你看我的原照片是这个样子的，调下比例，点击这里的比例，调整成9:16，9:16一出，上下两方黑屏，你可以到时候给它选模糊，选模糊背景可以在这里，我选中它，我把这张照片稍微给它放大一点，好吧，放了这么大之后，来，你看这个照片是不是就 OK 啦？那么 OK 之后，哎，你可以稍微给它聚中一点点也可以，好吧，根据自己的喜欢去调。好，那么调整到这个，调整了。还有同学们，你们做模板的时候啊，如果是想发模板，你尽量把照片先在这个用手机相册给它处理好，然后再进来就尽量去少去在这里，就尽量不要去编辑裁剪这个照片，就不要去把这个照片变宽或者变长，那尽量你在那个手机相册有一个叫做编辑裁剪功能，先把照片裁剪好，好不好？裁剪好了之后，你看没有，现在我就这个样子了。那么现在我添加音乐，点击添加音频，那么这里一个抖音收藏，在抖音收藏第一个就是刚刚收藏音乐，点击使用，你们听音乐出到来，照片和音乐对齐，选中这个照片，直接拉长这个照片和这个这里去对齐，好吧，和这个地方去对齐。那么对齐 OK 之后，现在我要给它添加云怎么办？点击返回，这个云朵不用你去找，在剪映里面就有，我们通过画中画的方式，这里新增画中画，剪映自带的素材库里面搜索云朵两个字，这放大镜云朵，给它进行一个搜索，素材里面带了好多素材，那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云朵，好不好？来，比如说我找一个什么样的，往下看一下，来，我找这个，好不好？选中它，给它进行添加。那么云朵出到来之后，首先这个云朵是不是素材太长，在这里先给它进行一个分割，后面多余的删除掉，然后再选中它，给它往前推一推，对齐。那么对齐完，你看云朵太小了，我们可以把云朵给它放大，把手指这样给它扩大就可以了，好吧，扩大这么大，然后放到这个位置，再扩大一点点也 OK 的，放大一点点。那其实你经常做，你就做出经验了，好吧？做出经验了，你就知道大概多大多小。好，那么到这里之后，同学们，他把人挡住，对不对？我们用到这里一个什么功能？用到这里一个叫做蒙版功能，点击蒙版。这里有一个线性蒙版，然后往下拉一拉到这个位置差不多，你看差不多和海面齐平的位置，来拉一下这个啥，拉一下这个羽化，让它融图融得更加完美。来，不要拉太多，拉太多会直接变透明，那差不多这么多可以了，打个对勾，你看这时候就出入对角，那出入对角，你看到这个云跑到人上面去了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把人物选中这张照片，给它进行一个复制照片变成两张，把这张人物给它变到下面来，那你直接拖不动，第一层到第二层到第三层，第一层下来都必须要
经过一个什么切化动画的功能。那有些同学就说切化动画有些同学的是不亮的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不亮的情况下，亮的你直接切，如果不亮的情况下点击返回，你点一下这个化动画，再点回这张照片，你再去看这张化动画，这个切化动画就会亮了。你点一下切化动画，看到下来了，到第二层到第三层你就可以摁住它往下挪了。挪到这里之后，因为两张照片大小是一样的，看没有，它把后面的挡住了这一层。那么现在我要用个什么，用个智能抠像的功能，点击智能抠像，你看人物是不是就抠出来了。那么接下来它就没有被后面挡住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好不好看，同学们？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两个声音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素材它自带的有音乐，所以说我选中这个云朵的素材，这里有个叫做音量键，我们点击音量键把音量给它关掉就行了，把它对掉了。来看一下效果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这个是不是很简单？这个视频也是很火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段时间很火的，你看这个视频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这样做的，所以说云啊，你可以选一些你喜欢的云朵，都可以选它，这种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做的，同学们学会了没有啊？今天这个作品啊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，好不好？这个作品就比较简单了，再见，同学们。